份屋在過去一年在產品和服務上提升了不少，亦都放了不少的資源和心思，能夠連續兩屆獲得這個獎項，代表我們的品牌在市場上更具競爭力。今次得獎，我們認為關鍵在於意粉屋一直致力在顧客重視的基本着手，無論是食物、環境以至服務的要求都做到一絲不苟，期望顧客可以感受到我們全面而且優質的顧客服務。透過神秘顧客計劃，我們能夠在服務表現上定期獲得詳細的分析，前線的員工能夠對報告的資料作出討論，從而進一步提升和推動整體的服務質素，對於前線的服務管理來說帶來明顯的進步。為了維持優質的服務質素，意粉屋會定期為前線的員工提供不同的培訓，協助他們掌握優質顧客服務體驗的技巧，每個月亦都會到不同的分店為員工進行教練和啟導，確保他們整體的服務質素都得到保證。